是我，一桩谋杀案的知情者。 咱们别兜圈子了，好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从南疆打来的吧？好，你现在听着，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对手已经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十分危险。不会吧？中国这么大，你听着，我不管你手里掌握了哪一起谋杀案的证据。 我也不管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给你一个建议：马上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向他们提供证据，寻求保护，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明白吗？你现在十分危险，我想要知道，如果……喂。 喂，别说话。喂，听到没有？ 多少钱？我看肯定是出事儿了。老乔，嗯，你看，是不是设法跟南疆检察机关联系一下，请求他们帮助？这样好一点，马上联系一下。 是你吗？你，杨一松，你出卖我，啊？我出卖了你？这话怎么讲？就在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有人企图杀害我，要撞死我，你知道吗？你现在怎么样？我还活着，那个家伙没得逞，对，我还活着。老乔，他还活着。 你听着，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下一步想干什么，你还是听听我的建议，马上到当地的检察机关去，寻求他们的保护，这样你才安全。另外，我设法跟他们联系，让他们护送你回来。你看好吗？我请你现在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或者联系电话。我现在任何人也不相信。 我的情况只有两个人知道，你就是其中一个，你让我相信谁？另外一个人是谁？喂，你听我说，你既然打电话给我，就说明你对我起码还是信任的，你说是吗？现在对手追杀你，追杀得很厉害，这你是知道的。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的生命也可能有危险，我起码有责任保护他，你说是吗？ 请你告诉我，务必告诉我，另外一个人是谁？行，就这么说吧。我现在任何人都不相信。我再说一遍，我现在任何人都不相信。就这样吧，再见。哎，大齐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你的信息费。你这次提供的信息很重要。哼，这太不好意思了，我已经接受了不少了。你不要，那你就是看不起我了。我们兄弟之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拿着吧。
你身边又有弟妹，又有北疆的大公主，花销一定不小，拿着吧。好啊，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哎，大齐兄，这钱不烫手吧？笑话！我的钱你怕什么？兄弟是不会出卖朋友的。擅自匹马图，请慢用。先生，啤酒。哎，请把盘子拿过来。好的。真是。请用。大齐兄，养我者父母，治我者大齐兄啊。来。大齐兄，你说我该怎么办吧？啊，谋财远红，我不能总是脚踩两只船吧？我简直就像坐在火山口上。大主意你自己拿。古话说得好，无赌不丈夫。你是搞法律的，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好，
亚琳，你回来了，快睡觉吧。啊，快睡呀。哎呀。哎，亚琳啊，你怎么还不睡呀？脱衣服吧，你这是干嘛呀？我正在执行任务呢，这是出货回来的。哎呀，事儿倒不少。哎，喝水不喝？不。亚琳，你不睡觉了？啊，我得走了。哎呀，你呀，快快，躺在这儿嘛。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亚琳，我这一辈子啊，可靠你了啊！你还别说，我毛彩啊，还真有福气。俺亚琳，一个泥腿子出身，当了兵，又进了城，现在呢，又是反贪局的干部，把事给整大了。我毛彩这辈子啊，可找到了一个靠得住的好丈夫。我真的，哎，不行，亲我一下再走。嗯，哎，你糊弄我呢？哎，不行，来真格的。哎，你要是不亲呢，我就是不让你走。亲不亲？快点。哎呀，你这叫亲我呀你呀，你咋这么狠？亚琳，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和我结婚。嗯？和我结婚？这太快了吧？快什么呀？你答应我。好，好，结婚。什么时候？啊，过一段再说吧。不，我要赶快。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和你有一个温馨的家，双双对对的去上班，上街购物，好吗？嗯，好。
部红颜色的法拉利，然后呢把车子开到100码，估计啊走路人的回头率肯定是100%，挺酷的。是啊，很美啊。我在双休日的下午期待着晚上8点后的 disco 时间。中国的集体 disco 是我们民族一种性格的表现，是一种文化。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嗯，谁的 BB 机响了？哦，对不起啊。苗青，你怎么回事？做节目连 BB 机都不关啊？对不起，太不像话了。休息5分钟，待会儿再拍啊。你的状态非常不好，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节目就不能做了，知道吗？嗯，苗青，你怎么了？啊，出什么事了？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们的节目怎么拍呀？这眼睛哭肿了，节目怎么录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当然知道你在这儿了。哎，今天我们去看电影吧，有一部电影《廊桥遗梦》，是美国片子。嗯，我听人说过很不错的。怎么样？哎，走吧，看电影，我请你看电影。走走，路上打。走。我知道你怀念你的男朋友陈放，我可以理解。你不是杀人犯吧？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疯了吧？那你告诉我，陈放敲诈了谁？
为什么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什么有人企图要杀害他？如果你不告诉我实情，我就会怀疑你就是杀害陈放的凶手。我觉得你太幼稚了。我杀人犯？我像杀人犯吗？我全省的一个先进乡镇企业家获得者，我北疆改革的一面旗帜，我捐献了两所大旗中学和三所大旗小学，我的企业每年盈利几千万。哎，我为什么要去杀人呢？我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去过冒险的日子呢？我为什么要去做魔鬼，而放弃扮演天使的机会？难道我疯了？我说的对吗，年轻？无论怎么样，说出来像戏中的台词那样，我爱你，我想你，我喜欢你。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无论怎么说，我这辈子就是一样不好。我可以花钱买下整个北疆市，唯独买不下你苗青。这可能就是我的悲剧啊。咱们开会啊，今天呢咱们开一个政法系统的通气儿会啊。公检法三长都到齐了啊。我们请公安局的同志先谈一下。好，我先说。目前我们正在组织警力，全力侦破北疆市最近发生的几起大案。众所周知的1120抢劫银行杀人案已经告破，案犯全部落网。目前预审阶段已经结束，我们正在向检察机关移交此案。最近北疆市又发生了一起谋财杀人案。大家都知道啊，金山娱乐城的歌手江丽丽在自己的住所被杀了。就我们现场勘查，江丽丽的一些首饰和10万元存款的存折被盗，罪犯呢还强奸杀害了江丽丽。根据我们现场掌握的一些情况呢，初步可以定为是谋财杀人案，但是罪犯又见色起淫心，强奸了被害。根据我们现场掌握的情况分析呢，案犯在1米80，体重75公斤，他的脚大约是40到42码之间，年龄25到27岁。目前我们正在组织警力排查案犯，力争尽快破案。好了，我先汇报到这儿。好。最近呢，中央有个指示，啊，就是要加强对腐败分子，特别是对金融系统的腐败现象，要加强打击的力度。啊，当然了，以保卫我们北疆改革的顺利发展，现在呢，我们就请咱们北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杨小兰一案的专案组负责人乔斌同志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杨小兰一案的一些情况啊。好吧。
杨小兰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已经侦查预审终结，北江市检察院将向北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松了，老乔，坐吧。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是他罪有应得呀。杨小兰明天就要公审了，从现在的材料看罪行可不轻啊，你也有个思想准备。哎，易松啊，能不能给他找个好的辩护律师？即使我能找，我现在敢找吗？这不是给别人留话瓣吗？北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今天在这里公开审理由北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杨小兰贪污受贿一案。传被告人杨小兰到庭。哎，好好，杨姐，辛苦辛苦啊。怎么样，有收获吗？啊，有有啊。那个在南疆打电话的那个谋杀案的目击者还活着，嗯，可是那个目击者却找不到了。那他的身份搞清楚了吗？还没搞清楚呢。哎，那天我接到的那个电话说还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情况，那个人是谁呢？哦，那个人已经搞清楚了。那个目击者曾给我们两个地方打电话，一个是我们检察院，另一个是给电视台的记者主持人苗青。苗青？嗯。那这么说，这个苗青很可能是目击者的女朋友，或是亲戚。不管怎么说，在保证他安全的前提下，要马上和他接触。好的。被告人杨小兰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天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被告人杨小兰，你是否要求上诉？我要上诉。苗青在吗？啊，在那儿呢。苗青，有人找你。哎，请喝水。啊，你跟陈芳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是恋爱关系。两个月前他突然失踪了。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发现了一个大款的隐私，于是就敲诈了大款，那大款要追杀他，他逃走了。是谁告诉你他发现了那位大款的隐私？一位朋友。他叫什么？你在审讯我吗？是这样，你的男朋友很可能掌握了我们本市一起谋杀案的证据，对手没有放过他，一直在追杀他。尽管他跑到了外地，对手还在追杀他。现在吗？对，不过他目前没事。根据我的经验，对手不会放过他，甚至是你也面临着危险。认真的帮我想想看，他究竟目击了哪一起谋杀案，掌握的是什么证据？我怎么知道呢？两个月前我发觉他的行踪很可疑，他突然告诉我说他有钱了，他还说他要买尼康变焦镜头，还要买摄影车，还让我准备和他一起去西藏。可是一个星期之前我收到了他的一个传呼，他说我出卖了他，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缘分已经尽了。苗青同志，我还是得问你，究竟是谁告诉了你陈放发现了某位大款的隐私？那好，请你最近多注意点安全。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再见。如果你想起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意外的情况，请你给我打电话好吗？如果想起了什么，或是陈放再打电话给我，我会通知你们的，好吗？好，保持联系。那好，再见。再见。谢谢。苗青。你好。晚上想请你吃晚饭。对不起，我最近比较忙，等忙完这一阵的好吗？这么忙啊，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忙成这样。我正在做一个专题，是关于杨小兰的案子。哎，这个事儿正好找我呀。我给你这个话题出点主意。我也是市场经济的专家呀。这个杨小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哦，也可以说是这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产生的产物。不用了，谢谢你。哎，苗青，刚才那个人是找你啊？对，朋友，一个熟人。不会吧？他是大名鼎鼎的市代理检察长杨义松啊。是这样，他来问我陈放的事。哦，我告诉他我什么也不知道，你说我能知道什么呢？他没问到我吧？哦，没有，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会问起你呢？
苗青，这个陈放到底在什么地方？哦，对了，我记得好像你对我的男朋友特别关心。我是当然关心了，你知道我崇拜你，那么我对陈放就特别关心了，充满了这个，不过充满了醋意。好吧，你忙吧，再见了，好吗？好，再见。是进大忌，一定要注意保护苗青。走吧。有烟没有？有。哦，咱们坐下吧。啊，东西找到了吗？找到了。带来没有？带来。拿来。告诉你啊，小心点，这个东西费老大劲的啊。你小子还想跑，抓住了随时挨枪子，你真不想活了？我就想出去当回英雄。你出去干什么？杀人。你想杀人？像你这种人呢，也就是搞搞女人罢了，就你这熊样呢，没准见了血先晕了。切，告诉你啊，你他妈的死活跟我没关系，你要是被抓住了敢卖我，我就杀了你全家。刘爷，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啊！报告，他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刀片，怎么回事？啊、哎，刘爷，怎么了？刘爷，怎么了？快来人！快来人呐！来几个人，过来过来！快，把他抬起来，快送医院！来来来，包一下，快快快点快点！快
情。